是你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能进来说话吗？ 你一个人住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挺干净的。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医生啊？我有事，长话短说吧。是这样，金主任委托我来转告你，希望你对我们不要有误会，特别是我们对卢安娜小姐没有任何的恶意。金主任，他人呢？他怎么自己不来？咱们能 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吗？赵先生，希望我用这样的方法跟您说话，不会觉得失礼吗？ 没关系，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想让您说服卢安娜小姐为我们基金会提供她的血样。这不可能，安娜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们去找过她，她差点上了你们的当。这怎么是上当呢？我们是真的需要陆小姐的血样来救人的。可能你还不知道，林志军是 HH 孟买血腥，非常的稀有。当初林志军是冒生命危险给陆安娜输的血。林志军是陆安娜的救命恩人。不可能。林志军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他为什么要说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但只要你好好回想一下，我没有骗你。志军，平凡，怎么了？不太舒服？我没事。 病人要紧，血液在冰箱里。如果林志军真的得了和他母亲一样的病，不是稀有血型，而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，那可不是输一次血就能治好的吧？可是陆小姐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她是有她自己的判断，所以我相信陆小姐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。 那就尊重他的选择。那你就坦白的告诉他，看他愿不愿意拿自己的血换林志军的命。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。请吧。把电话打到免提，让那个姓赵的听着。 稍等，赵先生，你的故乡是浦江吗？那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。你不想替你的义父洗刷冤屈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辛辛苦苦的调查，就算查出了真凶，那又能怎样呢？据我了解，你的义父已经死了。 赔偿款被挥霍一空，你一分钱也拿不到。仅凭你糊口白牙，就能尽释前嫌吗？这是我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可是据我了解了一下，那个补偿款有1000多万的窟窿，你只要配合我们拿到卢安娜小姐的血样，这些钱由我们清华公司给你出。 只要一管血，你就可以风风光光衣锦还乡，告慰故人。罗先生，您自己看着办吧。告辞。
喂，安娜，有空啊？好，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。